安哥早安。早安。是一个人猜拳。一个人猜拳。就到里面那个黑宝，黑宝，来节选一个箱子。一早就缺氧，我就说现在时间是7:50，8:00集合，我就说你有猫腻，但是也很开心玩到隐藏关卡了，果然提早10分钟是对的。这可以吧？可以。来，请到这边，我们的最底部那边，爬上去，滑，滑到最里面，就可以破关。整个人要爬上去，赶快上来，下来就是你都在上面。下来，对。整个人趴在上面哦，香蕉也是。波森，黑棋，哦，对，黑棋吗？来，选一个箱子。这要干嘛？水器。啊？这个哎，这个哎。早餐券，对，你们的早餐券，恭喜过关，傻啦，我觉得我们黄哥应该是会到大家游戏结束之后才会有人来，因为我昨天没有督促他们这件事情，厉不厉害？我昨天就想到，我想说周雨天应该蛮好笑的，我就不跟他讲。石头布，我赢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提示给他。Swimming pool， 游泳，游泳很烂。是自己这个提示就这样而已。人名吗？提示嘛，反正提示而已。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我们到此恭喜过关，来，我们下来，早餐券，辛苦了，来，恭喜过关，谢谢，早餐券 get， 然后呢，还好，因为呢，我一开始我就穿了泳装哦，我在外面跟你们挥手，我想说红队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不在早餐餐厅好好吃早餐，我就想好没关系，我就跟我的队员讲说，我说跟三人讲说，没关系，你等一下呢，如果有接到我的电话，你就慢慢画，那如果你没接我得到我的电话，你时间到你就把它下来，心机很重，下来闯关，我讲这两个字，好像没有听进去，别喊了，现在几点了？已经8:20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早。早安。早。奇怪。为什么？早安。早安，那可以集合。早安，好可怕啊！我要如果要下去，要怎么从这边下去啊？你要早餐券 ？Why？ 我觉得
我去看一下好了。妈妈出门前跟你说的。出门前，完蛋了！我看到他们都有那个卡，早餐卡，我没有，不行，我不能没有那个卡，我要吃早餐。完蛋了 ，swimming pool 是念 pool 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完蛋，英文超烂的啦。哎，一楼，在一楼，在一楼。那我来七楼干嘛？七楼应该没东西。好，那算了，我再去一楼好了。七楼应该没东西吧？好可怕哦！完蛋了，我是不是最后一个？完蛋了！哦，天哪！昨天星座运势说，我今天要静下心来。好，静下心来。死不灵！不，在这里吗？哦，这边有人。怎么上去啊？完蛋了！走这里啊！完蛋了啊！走这里。来，他选最后一个礼物，把里面的东西给吹饱吗？好，来到那边去领你的早餐券啦。OK， 恭喜过关，谢谢。恭喜过关，你的早餐券。谢谢。恭喜过关，你的老板娘，谢谢。没事，来，你在这边坐，来来来来，你在这边坐，哭了，我以为你写信，但早都哭了。然后嘞？来，过去领你的早餐券吧。来，恭喜过关。哦，完蛋了，我能哭，我画太久，然后又没有画太久了。你跟周雨天一起来的。他英文比较好。英文比较好。我还跑到七楼，然后又跑下来，因为分不懂。所以你不知道 swimming pool 是游泳池的意思吗？不知道。真的。安叔，你是一开始要写中文的嘛？真的，下次要有中英的尊的嘛？一开始，哦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想说，是来这边吗？因为我说这边是人家游泳池的地方，然后看到你们早餐卷，我就觉得不行，我要去找到早餐卷。哦，一楼，没事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我没有哭，我没有哭。安慰人，安慰人。中九的黄队获胜了。赢得有点默默，赢得超默，因为他们四个都下来，我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怎么想。我是说我今天不好，我有说运气啊。我查了三个，我都说金牛座今天不好。是我已经有说了，不要这样啦。所以我们两个最后还在那边吹，而且我刚摔超久。没事啦，好了，今天真的是早上，我先知道。